自古以来，想得到金月宝石的人，要迷失在大漠深处，要么成了鬼爪下的亡魂。如果宝石真的可以给人带来永恒的力量，得到它的人究竟是为了获得权力，还是为了终止杀戮？师父说过，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守护国师后人和宝石。他究竟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？小乔，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守护者。太久了。